还有东西呢。哈哈哈。痒痒挠是吗？所以说给一个小拳拳啊！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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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嫂子一样一样的。他小时候我们就干这行，也没有别的手艺，站在台上就痛快，高兴。其实我当年就是从清华毕业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们你行校长校长你等会儿吧，不亏心呢，清华毕业呀、啊。嗯，哎这哪儿叫清华毕业？清华大学。真的假的？这也行了。谁？别拦我这，我问你呢。啊，真的哪儿毕业？他是因为最早啊，北大说让我去。但是我应人家清华定金都要了是吧？谁给谁钱呢？您这是学费吗？学费吗？啊，您这哪儿毕业？这清华，因为清，您说清楚点。行行行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人。不是我没完没了，您大伙儿听清楚了，别犹豫。因为那些年确实就是整个在清，你不用往后说，你就再凿实一遍，你哪儿毕业？你回家看看你们家窝头熟了，快走吧。对。干嘛我恶格呀是怎么的？清华你看我们同学都在这儿，你看啊，你不用说，你就说哪儿毕业的。清华，你们要这样我搓死你们啊。还是清华池。你这清华大学呀，清华大学毕业。我是清华大学。你心虚什么呀？清华你弄死我。谁弄死你？干嘛？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较这劲干嘛呀？清华大学的有没有我的同学？你看看，嚯、哦！你看看，哎呀，你瞧瞧，多少年不见了，同学们。哎、对，多少年都没见过。哎呀，这有日子没在池子里看见你们了。哎，好嘛，这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你们了 啊！有男有女，哎呀呀，什么呀？啊，什么有男有女、啊？我们都是清华搓戏的。还是池子的，哎，还有消息的，见过吗？消息的，看你去一回试试看看，有脚垫没有？哎，嚯，消脚的，消息的，弯系的都有。哎，反正是得念书啊，啊，读书是对的。不管你干什么，你从了艺了啊，做了别的工作，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那倒对，我走时候那会儿，我一毕业，我们清华的校长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是啊。我祖母就祖母了，你看，哎呵，啊，烧锅炉那老头说的，这是，就这个人，我告诉你，人刺就刺在这儿，怎么呢？别跟说相声打交道，知道吗？啊，说相声第一不爱瞧得起人，啊，尤其是恨有文化的说相声，知道吗？我们不恨有文化。第二，说相声好占小便宜，有什么小便宜？你看我跟说相声一握手，我马上回来得数一二三四五，手指头丢了，老怕短一个，知道吗？至于吗？我们就他们这行，我是文人呐，你这么些年。文人都楼了，因为在清华那些年，你先下去哪儿？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我们教室都火炕那会儿知道吗？啊，盘腿坐上面，博士后博士前，我们一块儿上博士前，哈是啊，研究什么都研究，研究什么？天文地理、一卜星象，嚯，哎，什么叫文化啊？绘画、书法、书法，那叫还书法，书法。对呀、啊，好，好，啊、书法啊，净研究了，全都研究。就我这个文化，说实在的、啊，不用全拿出来，怎么样？就是拿出轻微的，一点儿，你就吃不了。我也不是，我保守没有，热热乎乎的。我就行了，行了，行了，对吧？吃不了就别拿出来了。嘿，啊，说实在，我现在我有功夫，我得先把中国字儿我都给他从梳理梳理。您这话太大了。真的啊，您说清华我都不拦您啊，您把中国字梳理、哎、那你也别拦我了行吧，对吧？那个都没拦你，死不死啊你？我还拦着你，你这人你怎么你就对文化人你就这么看不起啊？啊，你这搬不倒骑兔子没老实时候，你这你哪儿的文化人都这样了，都显得潇洒飘逸啊。谁嗨
你光袖子飘逸管什么的、那会儿一屋子就是学问人，我们在一块儿啊，就天天的 啊晃得开吗？这一屋子人哪儿就一屋子文化人都这样呢？讨厌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不是，你哪儿就怎么一看这人就没有文化，真的。您还别，我就说，我说中国字儿有的很合理啊，有的很合理，有的不合理。不合理，没有不合理，中国字还有不合理。我是先研究中国字，后来又研究外国的、啊、反正来回一颠倒，我觉得确实很多地方不管是语法还是用意，包括它的表达形式，确实很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啊？你看你看都愣了吧，你看、哎、这个一吓唬就吓唬住了，知道吗？不是，人是怕你摔了在这晃、啊、摔不了，我有凳子，是吧？我还好，还是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字我一直要改的，你说说，你都未必认识，你说我就知道。一撇一捺，我连人字都不认识，人字我怎么不认识？好好好啊，再来一个一撇一捺。从，这光俩人 啊光俩人 啊从 啊这字念从啊。对啊，这底下、来一横字、这还念从啊。你再想想。我甭想了，还念从。为什么呢？字面上解释得清吗？啊，一个人啊，两个人 啊底下来一横，它怎么会是丛？丛是草丛的意思呀，啊，它跟花草植物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横，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念炕。哎，必胜！哈，别大爷，请鼓掌，谢谢各位，请好。哪边掌声激烈，我就给谁了。喂，你再给人眼睛扎着，你这又砸死一个是吗？啊，什么就念炕啊？念炕，就您刚才坐的这炕。古文言，古文言就念炕，现代汉语念床。不，你别拍我，哪儿就拍？哎，我操！闭上。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啊，行了行了，滚！哎，不不，你，里边还有很多观点的吗？啊，对对对对。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一个啊，出色的文人，这还这一个字还念炕，还念床，对了，哎，也念榻。就只要上面有俩人都成，嗯，服吗？有什么可服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哎，不怎么。再说一个，啊，再问你一个，哎，来吧。这个你要知道啊，啊，这个你要知道，怎么着？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我现在也不是你儿子，这叫什么话呀？这，这人你没意思，你知道吗？啊，哎，你说吧。我想想，我还会一字儿，嗯，啊，就俩字儿啊，还有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哎，好，哎呀呵，这都跟那烧锅炉的学的，科研成果，科研成了果了，嗯，你成不了果了，嗯、你能成果，嗯，啊，嗯，写字儿啊，来吧，这就好比是一支毛笔啊，就这么攥着呀，这就是毛笔，看见了吗？嗯，看啊，来吧，哎。干嘛？你让我给叼回来是吗？什么毛病？你这是？废话。什么毛病？不是你到底写什么字儿？你就说就这个，就这一横啊。你念什么？一横啊！咦，这小孩都认识啊？同学看见了吗？啊！您是什么年龄同学都有？哟，我们校长来了！哎呵。别胡说八道！这一盒念什么？一呀、啊，这还有什么可猜？别动啊！啊，再来一盒。二，再来一盒。三，三啊啊！把两边堵上，念什么？日。啊！你偷着看我笔记了？没有。我觉得底下再一盒还能念床。
这个床上有个日，什么意思？去，别胡说八道了。您说说您这科研成果吧。就是这念什么这字现在？日月都可以。念个日啊啊，然后来一道啊，这一道上下别出头啊啊，就在这里上。嗯，甜啊，甜啊，甜啊，甜。上边出头，下边不出头。油。下边出头，上边不出头。甲。上下都出头。申。听着，我这题目来了。啊，这刚入题呀、啊。听着，哎。啊，一个田啊啊，上下都不出头啊，嗯嗯、啊啊，左边出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您说啊，嗯，就冲刚才您那科研成果呀、啊，哎，我可以判断一下您这成果啊，胡来，这就不叫字儿。看见了吗？没有这个。看见了吗？啊，就是典型的没有文化，真的啊！你这就你这个状态就好比说就是啊，就是没吃过屎，他认为世上没有厕所。这嗨，嗯，什么比喻啊？真的，这得我们校长的原话。你不，你们校长说吃过屎啊？哎，这行行了，行，知道吗？说不说好听的？这是一个字儿，但是这一个字儿有三个音。你瞧，这就开始胡说八道。有一个字能有三个音，一个字有三个音很正常。怎么叫很正常？你不知道吗？你说说。有很多呀，就是一个字，但是念三个音呢。你说说哪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哪个 ？W， 哎，外国字儿啊，念什么 ？W， 大波六。哎嗨，一个字仨音呢，就外国字儿 ，X。一个字仨音啊！你说那是外国的啊！我好，现在跟你说中国字，啊，就说这汉字。对呀，啊，你说说，你来了，你来了，哎，哪仨音？就这个，你来了哪一个田字，左边出头啊！你来了，你来了，我听听，我还没听说，你来了，我听听。你讲理不讲理啊？你现在是跟一个清华的一个博士后边前边的人说话，知道吗？是前是后？我就是锅炉前面的，不是不是清华前面，就是一个那么有身份的一个专家。哪儿有身份？我再给你上课，我都没要钱啊，没要钱啊！我倒给你钱呢，我也。对呀，长能耐，你看这，您来了，您来了，你要死你啊！嗯，不是你会呀，啊，你来了，我会，我凭什么教给你啊？你来，我听听。你又不是我儿子，是不是？哎，多新鲜呢！还是的呀，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你这是长能耐，知道吗？老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对不对啊？客气点，鞠个躬，是吧？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怎么了？怎么就得这样啊？啊，这毛病还不少，你说鞠躬不就完了吗？对，客气点啊。得了，您去，您来了，您来了，来。你那个颈椎够厉害的，哎，什么叫颈椎够？你不鞠毛不下腰来，杨灯还点头呢啊，伸着点，你跟谁？哎呦，我的天，我怎么你了？你在外边，你问个道不也客气点吗？啊，老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我上那儿干嘛？我上那儿干嘛？客伸着点啊，说鞠伸着点不就完了吗？就是的啊啊，给你鞠躬，哎，完了吗？散会，什么乱七八糟？哪儿就散会？散会。不是，这不再会行不行？你给我鞠躬啊！废话，你这是有求于我呀？啊，是知道我有能耐呀？知道您有能耐，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呀？你会胡说八道啊？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我想问这字叫什么？哎，现在开始记在心里边。你说说，现场的各位有本有笔的拿出来记。我倒听听的是这个中国汉语啊，学问太大了。怎么就三个音？一个字出三个音，说出来所有人都得鼓掌，太讲理了。你说说，看着，嗯。一个田，对，上下不出头，对，右边不出头，嗯，在左边出头，对，这个字念什么音呢？三个音，这三个音就是，嗯，苍蝇拍儿，对，去，苍蝇拍儿像话，好家伙，不行了。行了，你别扔了。
还有管他叫教授的呢。Hello， 嗯嗯，好啊，好，谢谢谢谢啊，哎，浩儿，哎，我在这儿呢，嗯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不像话，尊重啊，尊重什么呀？想说好相声，知道吗？啊，先得学文化。你这苍蝇拍没什么可学的，多巧，左边出头苍蝇拍。啊，那这废话，这边出头，这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是苍蝇拍儿，这个，这我都没想到。哎呵，哎，哪这上边出头还能是苍蝇拍倒立着呢？哦，这哎可以，你看吧，听着吧，这就见长。这谁？我长这有什么用啊？这就对了。什么就对了？这就对了。哪儿啊？就这么胡说八道？为什么要多认字儿啊？说相声不认字儿，说的好相声吗？认字儿谁都认识，拿过词儿来人都认识，你不认识？我没有不认识，还得找人给你念啊，那得什么时候学成艺术家呀？哪儿就都有点文化，干这行也不少年了。是啊，你算算，明年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三周年。哎，我呀，我刚干三年啊，几年了？干不少年了吧？好，30年都多了。你要早跟我这么学，啊，你早成人了。对，我现在还不是人呢，是吗？你拜师了吗？多新鲜呐！哦，拜谁啊？我们先生石富宽啊。你是他太太啊？这叫什么逻辑呀？你我先生石富宽，你看对吧？你就是那个娘们儿是吧？您这清华大院嘴里都娘们儿娘们儿的，怎么？你还没听我们校长说呢，还牙碜？就别听你们校长的了。那你拜我吧，好不好？我什么我就择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了。没听说这儿磕一头算我徒弟，好吗？我等不了了，我这。你先等会儿吧，啊，哪儿我就拜你，教你能耐呀，就教苍蝇拍啊，你看，教你能耐呀，教什么能耐呀？说相声有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这脱鞋就唱，叫什么？那叫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啊，说，啊，首先说嘴里得干净，就是有功夫。不管你坐的剧场的哪一个位置，啊，哪怕是最后一排，嗯，你看最后一排了吗？是。影超超咱都瞧不见人家，嗯，最后一排离咱们得有一站地左右，没有，对不对？没那么远，那也是咱们的衣食父母，这倒对。所以说我们要发自肺腑的问问最后一排，您说是没钱买头里的吗？哎嗨，你说这干嘛呀？你说这话，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单纯和善良。哎呀，我猛撞猛撞，你快挨打了，你这。哦，哪儿啊？你问人这干嘛？就是坐的最后一排也是我们的好观众。是啊，每一个字儿也得清清楚楚，嗯，送到人家的耳朵里，让人听清楚。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就这么难受。什么叫钝刀杀人？嗯，比如说于老师，怎么？嗯，比如说于老师，您说，跪在菜市口，我要挨宰，绑好了，啊，就是要斩首吗？刽子手拿把刀，哦，特别的锋利，快。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你就别形容这刀了，举起来，啊，唰，砍下去。于老师那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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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儿咕噜到那儿，哎呦，人头说话了，说话，好快的刀！我嗨，脑袋都掉了，我还那么贫呢？赞美，我捧人家干嘛呀？要是钝刀子就坏了。钝刀怎么了？来钝刀都是锯齿儿，那就是锯，那就是。于老师跪在这儿了啊，刽子手一举刀，哦，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头了。哎，好嘛，校长亲自杀我。嗯，歪了，啊，你这辈子算是歪了。呵，你的家属都得充公。哎，嗯，呵，别解恨了。哎，打，砍下去了，扎在脖子上。哟啊，这喊，行了，别去了，你们校长该鲁班了。你这说话不轻柔，钝刀子杀人，就是难受劲儿。说学逗唱啊，学，嗯，逗唱依然很重要。那逗当然，但是这逗啊，逗是最重要的。逗啊，俩说相声站着40分钟，观众一个乐的没有。嗯，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对？嗯，包括这个唱，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释这个唱，说说。说相声唱唱什么呀？嗯，唱太平歌词。哎，你瞧，真这倒对，真的。嗯，啊，说有人说不对呀，嗯，唱歌啊，唱戏啊，唱大鼓，唱这唱那个也是唱啊。嗯，那是说学逗唱的学。哦，这属于学，因为你唱的那些个，人家有专业演员干这个的。
哦，你说你唱一京剧，你不是学人家京剧演员吗？嗯，你唱一评剧，不是学人唱评戏的吗？是，只有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哦，哎，于老师，哦，也不能说没学过。哎，我也学过，也学过。嗯，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当年谦儿哥为了学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住了好长时间。哎，我呀，后来太冷了，搬回来了。哎，对，我那得学出什么味儿来呀？我对啊。这个都得学，包括孩子们都得学呀。就你看徒弟也好，包括我儿子啊，然后你往那边比划去，比划儿子，你往我这比划干嘛？包括徒弟啊，包括我儿子啊，还有徒孙啊，哎，这好嘛，你看辈儿还小，正经啊，这都得会。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啊，这么大时在家就唱着玩就会，哦，他也会。你看你还不信啊？嗯，大林，干嘛叫他呀？来，过来，哎，来吧，站这儿来。这跟高老师聊天呢。哦，哎呀，我是有两个儿子的人啊。你是老大，哎，不起。也是从小，郭麒麟其实没想着说相声，嗯，后来也不怎么着，他趁着我上清华大学，他偷偷摸摸的就说了相声了啊。但说相声就得用功，可不，太平歌词必须得练，得唱啊。是，嗯。你是于谦老师的弟子，哎，他是我徒弟。哎，你看这我们这行这样啊，嗯，说爸爸干这行呢，我不能再收自己儿子当徒弟。对对，怕管教上面下不去手。嗯，哎，就得教别人来教他。我下得去手，哎，嗯，所以我儿子呢是于老师的徒弟。对，自打跟于老师拜师以来，你看郭麒麟的酒量可是见长。哎，我学什么了我？我净教人喝酒是吗？我还控制他不让他抽烟啊。哎，对。啊，头发也不能烫起来，嗯，哎，没学别的，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是吧？抽烟、喝酒、烫头，嗯，脍炙人口啊！啊，对，全知道，连法国人都知道，那错不了啊。嗯，但是太平歌词在家我得教他，对啊，对，给大伙儿唱两句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您别看我是这个于老师的徒弟，嗯，其实跟我父亲也学了不少。那当然，当时叫拜师于老师的时候，我爸在家就劝我，嗯，啊，去这个拜于谦老师吧。嗯，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嗯，啊，你什么目的呀，啊？这是好好的孝顺师父师娘。哎，那不单漂亮的事儿。哦，行行行，反正都得学。可白净了，嗯，咱说点别的行吗？臊死我了都快。哎，行了。确实也挺好，搁着于家我也放心，啊，跟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嗯，在一块儿，这哥俩吗？没有，像话。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你跟小宝就拿着当你亲弟弟是一样的。对对，干嘛拿呀？就是，嗯，哎，你们爷俩这一唱一和的，你知道多开心呢，啊？哎，对，比在清华上学还痛快呢啊！哎，唱两句吧，儿子。好，我听您的。我这还带着板了啊。您带着咱那钢琴了吗？那是，嗯，哇，钢琴啊，不够挑费啊。哎，唱太平歌词有个伴奏的乐器，嗯，叫玉子。对，啊，这个据传说，想当年有艺人进宫唱这个，也没有板，拍着大腿，西太后就说了：“你那是干什么呢？”哎，啊，这是西太后，那都跟清华有关系啊。说我拿这个拍板，西太后说：“别去了啊，嗯，让李莲英上后花园砍了两棵竹子，挑最好的地方截取下来啊，说拿在手里。”击节而歌，就打着拍子，哎，那竹子，当然这我估计是艺人们附会的，哦，就这么一说，因为是玉刺的，嗯，啊，就管这东西叫玉刺，但是叫来叫去呢，叫白了，叫成玉子了，嗯，一般来说是竹子，我这两块是木头的，啊，声音高，哎，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两块半，还有半块，半块打着这个，后来嫌这半块碍事儿，就都用这两块啊，其实特别简单，啊，嘿，然后。咱们唱两句吧，唱两听您的。你们想听什么呀？白蛇传。白什么？对。哦，单刀会，还有骷髅叹。好，好，好，那给你们唱一个秦琼观阵吧。啊。哎。你们爷俩什么脾气？这是，嗯？不是，你让他猜着，他以后就不买票了。哎，行吧，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秦琼观阵有大有小。嗯嗯。后来我看有整理出版的，出版的那个词儿应该是全文的三分之一，它没有头没有尾啊。太长了。但是我们要真把那连头带尾都唱完了，也实在太长了。整个秦琼观阵唱完了，就得个三十分钟啊，有点犯不上了啊。让大伙儿尝尝，好不好？好，掐当间一点啊。嗯，我这两天啊，又录节目又忙，其实嗓子不是很舒服。唱了半截，要是比如说一咳嗽了，一干嘛呢？我就假装一咳嗽，你们就知道就结束了，就一鼓掌，咱们就折个羞脸就过去了。什么叫鼓掌？嗯，好，这
就听咳嗽啊，你们表演完了，我们好，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哎，好嘛，就干咳嗽合着啊，干咳，来吧，掐后头几句吧，好吧，行，听俩唱几句，你接两句啊，好，嗯、哎，我一努嘴你就唱儿子啊，哎，得嘞。你们爷儿俩做嘴疯啊，是怎么着？什么病啊这？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在我们学校里打死是吧？不去你们学校，彰显遗传的伟大、嗯、怕淹死。嗨、嗯，你再不怕搓死？来吧，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了几声，人家养儿都放背着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半路途中遇见了险情，靠山王摆下了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了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了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磕罢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驮定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镐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驮定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镐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那秦琼观阵，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时俯首抗命。唱两句大伙儿尝尝。哎，秦琼观阵，这叫秦琼观阵太平歌词啊、哎、是累坏了吧孩子？累活不行了，好，还是赶紧去让后边熬点参汤喝吧啊。嚯，快快缓回去，我吸氧，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喝，累坏我儿子了，了不得了，你们这说相声都这么养活着呀、啊、一年就唱一回、啊、哎对，就一根身子，那错不了错不了，哎，让孩子好好歇着、嗯、啊，这个叫太平歌词，对，挺好，太平歌词是说相声里边说学逗唱的唱，这叫基本功，除了这个再唱什么嗯都是学哦，那、啊、是就占这个曲艺类的，您说吧啊，上百种得有啊，这不少，但是说要都像于老师的，我们这行就失传了。怎么就像我似的就得失传了？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呀。那我也学，你怎么不学？你嗨些，你少来呀、啊、你啊！怎么了？真的，于老师不是我瞧不起你，您客气了。真的真的啊，我就是冲着嫂子的面就完了。咱别老提这个行吗、啊？我不跟你争争，眼睁这台上好些东西我们都给您折着，为什么让谦哥站桌子里边？怎么了？为什么有的人要站桌子里头？桌子里头怎么了？捧哏尿裤看不出来，我有桌子挡着呢，是吗？哎，看不出来尿裤吧？刚才是太平歌词、嗯啊，再说一别的，你就未必会了。没听说过？你看，您、哎、说说说，德云社20年了啊，这些年我们挖掘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曲目，是其中有一种艺术形式啊，几乎现在就没有人听得到了。您说说，我听听。莲花落。哦，莲花落是老的形式了。莲花落、嗯、解放初几乎就没了。对，莲花落呢，这东西虽说没了，但是呢它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有所表现。在哪儿还有啊？如果说莲花落要是爹的话、嗯、它有俩孩子。哦，一个是评剧，一个是二人转。哦，在那种形式里还有。那俩都是打莲花落出来的。是啊，莲花落有一个人唱的。谁啊？这个过去来说什么清明泉呐、啊哦、于瑞凤啊，呵，也有俩人拆唱的，俩人拆唱，俩人进故事，嚯，还有一帮人一块儿唱的啊，一上来一大帮人，嚯，先喊斗啊，喊唠，一大腔、嗯、大伙儿先唱完事进故事进人物、哦、还进人物，就是当初德云社挖掘过几段、哦、后来市面上没有了、哦、咱们今儿尝尝好不好？咱们再听听莲花落。对，莲花落，莲花落、啊、这个这你真不行，帮不上忙了。哎呀，咱们这等我能不会？我叫一个我们这儿会莲花落的啊，来，张云雷。谁、啊？好，过来，张云雷，来。我多得分，你看看啊，嗯，对，这得让人送上来啊。
没有快递是不出来演出的。哎，这让他扶点桌子。哎，我来接他来。你走吧。哎哎，哎，我徒弟，他叫张云雷。是这个，他从小从艺，最大的成绩就是五个月前从南京南站摔下去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你知道这哪片云彩有雨是吧？啊，艺人嘛，怎么红的都有。他靠摔红的，这是。张云雷，嗯，张云雷打这么大就跟着我啊。是我早期的徒弟，嗯，小的时候呢后边留一小辫儿，哎啊，那会儿唱了好多太平歌词莲花落，那会儿电台录了大批，这一说是2005年，嗯，现在很多相声演员都听着张云雷的声音成长起来的。哦啊，张云雷，哎，莲花落还会吗？莲花落会，会会吧，会，因为那个打小教过他啊。咱们俩拆一段吧。可以可以可以吧，拆唱，让大伙儿听个新鲜，可能你们听不惯，听不惯你们就多做自我批评啊。嗯，谁呀？慢慢就行了啊，慢慢就行了。听不懂，听不懂，千万别说这是什么呀，让旁边人笑话你啊。哦，听不懂，闭上眼睛，嗯，啊，这嗨，哎，旁边一看，哇，这好家伙啊，要捧你知道吗？哎，好事。那个《莲花落》的曲目有很多，以前张云雷有很多录音，什么王二姐、四夫、十枝搭都有啊。嗯，咱们唱一个以前大伙没听过的，好不好？好啊，给你们唱一个《杨二舍化缘》《花墙会》，好吧？嗯，有点意思。这段特别长，咱也掐几句吧。嗯，掐几句。杨二舍化缘是说的这个，有一公子叫杨二舍，嗯，投亲到他老丈人这儿了，结果呢阴错阳差，这老丈人给打出去了。后来呢，他自个儿没辙了，出家当老道。当老道出来化缘，又到他老丈人家门口，正好看见他这个未婚妻这小姐站在墙上边，墙上是小姐，墙下是这老道，俩人聊天，通过对诗知道了对方是谁。这么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要唱全了得唱40分钟啊！咱们就掐一点对诗给大伙儿听听。可以，这个是需要乐器伴奏的啊。嗯，嗯，请我们的钢琴师，我们的那个铁板师啊，铁板师，铁板烧的啊，你没有？来，王九龙，哦，快来，哎，快来，哎，站在你大爷旁边吧，站那边吧，来吧，上这儿来，来。对，这个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啊，我是他舅舅。你们家这孩子都干了这个了啊！花墙会，花墙会啊！我们来回，我，你来这个唱着小姐吧。我站墙上，对你长着秀气，你站墙上，你跳下去的时候痛快。哎，因为你有这经验啊。我站墙上啊，南京火车站南站10多米跳下来愣没死，就这个玩意儿吧。啊，这我原来以为就完了，没想到骗我呢。啊，我咱们试试吊门好不好？掐几句对诗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嗯，行，那就试吊门，来来来。王美容站墙头，变了我是大梁，墙下修道的难呐。关小姐，好比你是一树的梨呀，又中看来，又中我把你吃啊。虽然我的梨儿你可长得怎么那么好啊，干瞧着我的梨儿好，你要摸不着吃也就白找回自己，我就不着急呀。莫非说有人在此看着这树梨好，等着看梨的去吃午饭呐、啊？翻过了粉皮墙，我是偷吃了你的这个梨呀。虽然说挡不了这个茶和饭呐、啊，撒一点梨水也能充饥呀。关道童啊，好比你是一树的桃，又中我的这个看来，又中我把你瞧啊，中。看中瞧不中你的那个用啊，刚瞧着桃儿好，摸也摸不着，哎，那也是白绕啊。莫不成有人看着这树桃，后来等着看桃地去睡觉，跳过你的花墙，我偷了你的这个桃啊。虽然说挡不了那茶和饭呐、啊，撒一撒桃水我免得心焦啊。关小姐，好比这个琵琶丝弦呐、啊，中。
照每日就在墙上里悬呢，有照一日倒在了我的手啊，怀抱着琵琶我不敢弹呢，怀抱着琵琶你应该弹欢唱啊，又恐怕弹坏了琵琶上头弦呢，弹断了旧弦我把新弦给接续呀，哪有这个闲钱我置办新弦呢，关道童啊好比你是河中一朵莲呢，长在江心水里边呢，姑娘我比作采莲的汉呐，脚蹬着小舟儿我是掐了这朵莲呐，将莲花托在姑娘我的这个手啊，手托着莲花不得那么耐烦呐，手托着莲花你该当把它看呐，糊涂的老道想啊，出了水的荷花颜色淡嘞，人过了青春哪来的少年呢，若得夫妻是重相会呀，杨玉春赶考他中了状元，掐这么几句啊，等多多有时间，等张云雷健步如飞了啊，从头到尾的咱们好好唱一回啊，得嘞，这唱的这个于老师就勒死都不行，你知道吗？啊，哎，说走就走了，俩人啊，走了，这是要出去卖艺去了，俩人啊，没，可不是说走就走，得等走下去还得十分钟。嗯，这个演员就是有份有身份，知道啊？好吧，这叫莲花落，不错，听个新鲜。哎，最起码60年吧，得有50年、60年得有，挖掘整理啊。对呀，还有的就比较熟悉了。嗯，你比如说竹板书，竹板书常听吗？竹板常听，当年。德云社最早有一个演员，说相声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吃人没够，干什么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你先唱竹板书吧。哦，后来谁想到他红成那样了？谁呀？岳云鹏啊。很长时间在德云社，他是以唱竹板书为生。哦啊，你看，有日子没听了，让他唱一个嘛。行吧，来吧，岳，来来来来来来来。嘿，云鹏，你的快递，这个送快递的怎么进了园子了？好，有人说小月瘦了哈，你得买个望远镜了，我跟你说啊，挺好，回去吧，别往前来了，快回去吧啊，爱卿平身吧，嗨，这都上朝来了，喜欢岳云鹏吗？这都是没有文化的，云鹏，哎。一撇一捺念什么？哎，行了行了。人，一撇一捺念什么？人，俩人抵一横。抗。好孩子，这是师徒关系。又念床，嗯，还念榻。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清华的教授助理，住在教授家里。嗯，教授出来，嗯，挺好。认识你谦大爷吗？哎，当然认识了。谦大爷艺术水平怎么样？啊，乐完你倒说话呀你，干乐呀！我正在想词儿，就是，你也别太难为孩子，我也别盼着他说话。他朴实，不会撒谎。挺好，挺好，挺好。行了，行吧，反正于老师最起码就是态度很热情。不是你们要上来干嘛来了？哦，聊竹板书吧。废话，你挤得我干嘛呀？小月还会竹板书吗？好久没唱了啊，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唱，反正于大爷不会，这是您教我的。对对对，你们老勺着我干嘛呀？一共仨人，我敢勺着他吗？这个，你敢勺着我是吗？你就剩勺着我了是吗？嗨，别闹，让孩子玩会儿。对，玩嘛，反正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嗯，这个竹板书呢挺简单。过去竹板书其实是开大书，嗯，跟说评书一样，找一个书馆，三国呀、列国呀、东西汉呢，用竹板书来唱。有的时候就旁边坐一个专门负责打板的，他说书，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那叫竹板书，也失传个四五十年了，得有啊。这些年来，你要说唯一能继承的，还真是
我就交给岳云鹏了。那会儿德云社小剧场说相声，他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行啊，也别说吃饭可以啊，孩子。哎嗨，这就别当一美说了。那你知道吃饭吃的多好看了啊，吧唧嘴那个响啊。我师父夸我，嗯，那是，这是赞美啊，不懂什么好赖话了。嗯，那我也爱听，你说你说一试试，真有意思。我没看过你吃那么香过，我那就要这样的话，你给大伙儿唱两句《竹板书》好不好？唱两句，有日子没唱了，嗯，好不好？《竹板书》咱爷俩拆一个吧，咱俩拆啊，嗯，我刚才净跟他们拆来着啊，跟张小辫唱了一个，给我麒麟唱一个。咱俩拆几句竹板书。竹板书，咱们也得有乐师啊，哈，得有乐师。乐师，你打算用谁啊？有请高老板吧，好不好？高峰高老板啊，嚯嚯，高老板，今儿您来着，全见着了，嗯，嘿，高老板啊，我师弟，上这儿来，快这儿来，哎，对，站那儿，哎，可不好唱，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嗨 C， 嗨 C， 别，我塞不进去，来。太嗨了哈，太嗨了，太嗨了，塞不了了啊！嗯嗯，行行行，我们俩人拆一个啊！哎，中间有一个变调，你随便变吧，跟我没关系。哎，什么话这叫啊？我这跟你探讨乐理呢啊！怎么变怎么变，我就是一个点啊。好，开始了啊！嗯，哎，没这，你看，乱七八糟的。你先来，我先来。我说你唱不唱？大伙打个招呼，都打半天板了。谁先来？我先来。好好好。硬硬闷锁，手儿托着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啊。擦胭脂抹粉呐、啊，总嫌不我吧。太高了，嫌低啊！太高了，太高了。啊，你早说调门，咱们试试啊。嗯，来来，高老板再来。嗯。盈盈手儿托着腮，你有痔疮是怎么着？你死哪儿去你？这个就合适一点，我是要合适一点，实在是上不去。哦，我说中间有变调嘛啊！就是好家伙，来阿高，来走。来阿高，多肉头，你听。阿高，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擦胭脂抹粉儿，我总嫌不白。我豁出去了，来，差不多，你可以能唱上去啊。张君瑞本是，你看看，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倒有六百载，是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儿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老爷贪赃吐了灰，去了人家的好文才，三长没把公子来中，回家们坐在小说斋。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就一句带月，这个西厢下赐一句迎风那户翻开。
三一句月一那叫花影动啊，四一句一是那玉人来。我的小姐呀真是真哪来，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这白是啊白，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下贱财总是这个下贱那财，真金不怕烈火来炼，矫正哪怕那修仙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远着谁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几句话把西厢。这莺莺小姐她那抽烟喝酒烫起了头来，这里还有我呀，我一回头看见她了啊，这个够底，这个啊，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哎，来给熬一碗人参，后边躺会儿去，躺会儿去，快去快去快去，全得拿，真不易真不易，这演出费人参。哎呀，于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叫怎么办呢？我儿子来一个你不会，我徒弟来一个你又不会，你这玩意儿怎么弄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你没，你别跟着起哄，这玩意儿就不爱唱，因为沾打板的玩意儿，于老师就算完了。哎，你得会了再说不爱，你对不对？你不会他说不爱谁信呢？是吧？啊，同仁堂，哼，列位 来内行，同仁堂是中国曲艺里边最了不起的一个节目。哎，打起竹板来唱同仁堂多少味药材，就是于老师小时候是学过，但是他说了哈，轻易的他不会唱，他都忘了啊。关键得看你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你说挤得到这份儿上了，咱要怎么样唱得了吗？才啊，他说他们说你大小脑全萎缩，有这么回事？这是谁嘴这么快传出去的？不是唱，可以唱就唱啊！不过咱说好了，你们听那个同仁堂，嘿，怎么那个不行？那个，那上面那模板的那个不行，那不成是吧？行，咱们踏踏实实按照鼠来宝唱，那来一规矩版的是吧？哎，高派的那个最上品的东西了啊！好吗？行嘞，高老板贴板吧，太棒了！咱们听于老师这段啊，全心全影的同仁堂，要打板就唱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什么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这个赐见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赐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药法高着，他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这边一旁供这个压药碾，这边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头人陪着杏仁睡着吧，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请您欣赏福寿全，表演者高峰郭德纲。
哎呀，刚才这段多热闹啊！哎，三人相声是这个节目叫《酒令》，嗯，听得我如醉如痴的啊。这个两个演员呢，郭麒麟、阎鹤祥啊，平常是固定搭档，对，加上这个于老师如虎添翼，三个人表演的非常的不容易，很好。到后台稍事休息，嗯，这场该您表演了，到我了。著名的相声演员，不敢当，叫什么来着？我叫郭德纲。啊，太激动了，看见名家了。您别客气，不容易。哎，现在这个相声啊蓬勃发展，我认为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呢？过去那个相声啊，现在也就走入没落了。哎呀，您把相声这么一低了，都起来了。大点声。哎啊，他怕我说的声音小，怕后边的听不见。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小剧场，多好。北京相声小剧场就更多了，特别多。有一个缺德社，您熟悉吗？好像您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嗯，那个嘴有问题啊。有这么一个社团，德云社，德云社。您原谅 啊，我不常听相声。哦，是 是啊，不太熟悉啊。对德云社的这些个演员呢，我也有所了解。您都认识啊？您看刚才说的那个郭麒麟，有有是吧？那是于谦的孩子是吧？这个阎我拦你一句啊，于谦是我的孩子。你这人呐，郭麒麟是我的儿子呀。我说的孩子，没说儿子。哦，那我于谦老师孩子过来，徒弟们师徒如父子吗？那这么说也对。这别正经，别正，那是他的徒弟。对，这么说准确了吧？啊，您没错了，是您的公子。是是是，郭麒麟那个小孩相声说的也好。孩子人也好，都是您的功劳。哎，不敢当。那相声说得太好了，您这可以说是相声皇后。哎呦呦，在我们这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这怎么回事？您这是麻药劲儿没过去。我打刚才憋着捧捧你，你老拦着我干嘛？您这哪句也不像捧我呀？啊，我怎么就相声皇后了？我都就是特别好。我跟于谦一块儿，我还是个太上皇呢。我怎么到你这儿，我归了那边了啊？反正您这。相声巨人吧。哎呀，我这个尺寸还巨人，您真行啊。你看您老往身高联想啊，我说的是在艺术贡献上，我努力了不起，不敢当。郭德纲的相声全中国只要懂汉语的人，您说谁没听过？哎呦，我可不，我就是这观点。哎呦，懂汉语懂中国话的老外懂中国话也爱听您的相声。我努力啊。有幸在这儿碰见您了，特别激动。哎，跟您扫听点事儿吧。您说。您这个缺德云社呀？哎，德云，德云社。说顺嘴了。嗯，您这个德云社，你是外边净这么说是吧？啊，还顺嘴了啊？是光在咱们这个动物园附近这个剧场？您等会儿，您吓我一跳啊！这剧场叫什么？这个剧场叫北展，旁边是北京动物园。哦，地理多熟悉啊！是我这不爱出门啊。是光在这个剧场演出啊，还是其他的地方您也可以去啊？做演员的四海为家，哪儿都能演，等于哪儿找您哪儿都能去。那当然了，那太好了啊！比如说不是剧场，嗯，也不是体育馆，到人家家里边府上。按老话说应个堂会，这您乐意去吗？这个反正这是老规矩。对对对，说相声的唱戏的不管是干什么的啊，从清朝就有这说法。对，大户人家王府说请演员到家里来演。嗯，这个是老传统，但是我们现在演的太少了。太少了不行啊。啊，这机会难得呀，难得在这儿碰上您了，难得我们那儿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非您不可。要但凡不用您，也不跟您张着嘴。不是不是，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您说。因为像我们现在小剧场也很多，对，商演也很多，是啊，包括拍戏也事务型的工作都很多。知道您一般的说上人家家里去呢，现在也不是特别方便，就很少去。话里话外这个意思，看来是不想去。不，也不是说不想去啊。您什么意思吧？就是那家是干嘛的？哦，你看，你看，这个眼神也就体现出来了啊。他这眼里头，他就有这个富贵贫贱了，是不是这番意思？那不，我们了解一下。既然跟您张着个嘴了，我们那住家能小得了吗？您说说吧。我们那个老太爷呀，家趁人直，家里有的是钱啊，家里头办点事，打算请德云社是吗？谢谢您，说对了。哎，请德云社啊，到我们那儿演出去。家里办点事，有一个老太爷。老太爷，这能叫上老太爷的，这家里不能就他俩人啊。很有钱，是不是？有钱有地位。
哦，有地位。哎，对对对，有钱有势。这个，因为我们做演员的来说啊，啊，我们这其实你对方什么身份呢、啊，趁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就是为观众服务啊。这你看这模样是不重要吗？是是是。告诉你一句话啊，老太爷呀，富可敌国，有的是钱。橡胶园知道吗？橡胶园。你等会儿，富可敌国。哎，这是我的原话。是多大的国？你什么意思？您老话里话老怀疑我的话。不是，你是你到欧洲看看去，有的时候三平米也算一国。嗨，是吧？大国大国，有的是钱。橡胶橡胶园，橡胶知道吗？橡胶那就得是天暖和的地方才有那个东西了。对呀、啊，全世界都有它的产业啊。橡胶园48亿亩，48块钱一亩。没让您估价哦，多少钱？48亿亩，那么些橡胶园，这得值多少钱？嗯，钱不钱那是他的，我们就是一心为观众服务。这刚说一样，态度就转变了。还有那咖啡园呢？什么？等会儿，咖啡呀、啊？对，等会儿，这什么东西、啊？咖啡，这是一个舶来语，说英文叫咖啡。怎么你说的跟喝板蓝根似的呢？板根干嘛呀？你看你这人咖啡常喝药，就喝的那个。您祖籍是哪儿？您这咖啡啊？你管太多了。不就喝杯咖啡吗？咖啡啊啊！咖啡园呐、啊，咖啡呢不是天上下的，那错不了，也不是水管子接的，多新鲜呢！拿那个咖啡豆啊研出来的啊，那个咖啡树。您这个嘴，我说一遍，您跟我学啊。啊啊，咖啡。哦，那个重音在豆豆说的不准确、哦、对对对，这咱就了然了。咖啡豆、啊、咖啡豆，哎喝，哎对了吧，哎咖啡豆圆呢，哎40多亿亩，可我的有的是，那都是钱呢。好家伙，石油公司趁八个，他还趁石油公司呢，哼。哎呀、啊、全世界这石油75%都是我们老太爷的，有钱，有钱，嗨，有钱是他的，我们就是为观众服务，服务。对，这口号一定要打响。对对对对对对，嗯，轮船公司，嗯，轮船公司有15个。你看你这激动的样子，我是替他高兴啊。哎，你们这15个，他光那个桨得撑多少啊，是吧？你这人呢，一看你就没坐过啊。您的大船呢，一般都是遥控，桨大，不用桨。蒋大，蒋大是唱歌的。哦哦，咱就说啊 你们不是经常在游轮上演出吗？去过。哎，那游轮都是我们老太爷的。那游轮比这屋还大了，大得多。那是他老人家的。哼，有170多个，都在我们府上那停着呢。哎，有的是，有的是钱啊，有的是钱啊。所以呢，这回呢，我们府上办点事，办点事啊，办事。这老太爷喜事，喜事，喜事！老太爷过生日，过生日叫寿日，这是喜事。娶儿媳妇儿，娶儿媳妇儿干嘛呀？不对，老太爷没儿子，没有儿子，聘闺女，聘闺女。那四门姑奶奶那孩子都比你个儿高了，不对，喜事、哦。那么有钱，比我高点，高点吧。嗯，别往心里去。哦。喜事，你往喜事上猜。聘闺女，孩子过百岁儿，跟那没关系，跟孩子没关系。老太爷本人的喜事。什么喜事啊？老太爷呀、啊，啊，咽气呀，死了。激动不激动？我激动什么？他没了呀！你这老太爷呀、啊，99，没灾没病。哼，打个喷嚏，啊切，死了。哦，按照天津北京的规矩，嗯，这都快100岁的老人了，是，这叫什么呢？老喜丧。我可听过这个词儿。老喜丧办事的时候，那个棺材上都贴喜字儿，嗯嗯，还请那个乐团的演出啊，嗯，对不对？有敲锣打鼓吗？有。哎，按照喜事这么办，叫喜事，老喜丧。哦，老太爷去世了。对对对，搞这么堂演出。哎，这么个演出。就您就来找我们啊！我特意啊，从这个香港坐着这个轮船到这儿来邀请您。香港到这儿还用坐船？
不坐船我怎么来啊？不是有长途车吗？他那车次不多啊，结果半道我倒的船。这个老太爷在哪儿？香港啊。香港的老太爷？对，那个轮船公司，那个橡胶园，哎，对，咖啡豆遍布全球都是他的。那当然，人没在香港了啊。这还不算什么，这比这有钱有的是呢。啊啊，那钢铁公司，钢铁公司还有好些个呢，这也是人家的。想造什么造什么呀？告诉你，有的是钱就完了。哦，知道这事儿，打算老太爷生前呢就喜欢听相声。哦，尤其喜欢听德云社的郭德纲。你说咱哪儿找郭德纲去啊？哎哎，嗯，要不是这个老头他能长寿呢，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我90，这都是少的。嗯，我太激动了。听我也得100往上，我跟你说。哎，嗯，打算请您呢，带着您的团队到我们那儿去。我们，你要不乐意去，可以不去啊，不要紧。我就不爱听您这个话。怎么不爱？我们是演员，知道钱呢是纸，为观众服务。哦，等于可以接受慰问。这平就演这个。哦，那行行行，太好了，这是我们的生命。行，堂会就是生命。好，堂会就是生命。嗯，一句话，您去不去吧？必须去。那就行了。老话说得好，怎么说的？凭什么不去？这叫什么老话？您听听啊。行，您带着咱走吧，现在去吧。现在别去啊！您先听即兴的这位，我等不了了。啊，带着于谦，带着你那儿子徒弟们，嗯啊，咱来趟香港。好好吧，好，去不了多长时间啊。啊，那就，简单说吧，您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哎，不，回来之后按您现在这个资金基础啊，翻上10倍。你低血糖了是怎么着？钱不重要，真的，真的，为观众服务。你看这个倒霉模样，他老强调这个。行行行，您爱抱什么心理我们不管了。对对，反正这事儿您同意去了。对对对对，对呀，对呀，那就行了。去去，那就行了。去去，老爹说了 啊，谁去的时候这咖啡园呢，橡胶林呢，咖啡豆是吧？哎，对对，哎，给他一半，钱是你的。轮船公司给你一半，钱是你的。你别晃悠，我就感觉就已经在船上了似的啊。我以为你要长个儿呢啊，怎么这是？哎，来不及了 啊。反正钱是打大底 啊，但是您要去的话，您就这样就敲木劲儿的就去了吗？那哪能敲木劲儿的呀，是吧？啊，就这样去，我就得通知他们把所有演出全停了。是你把人演出停了，你可得带人去啊。我带他们一块儿去，用不了这么些个。这是个正事儿，用不了。您等会儿，您别着，是去几个人？有个十几个人，这里边都有于谦吧？当然了，于谦啊。就你要说我呀，其实我跟您玩一趟去，是钱不钱的，其实都不重要。真的，就是交您个朋友，哥们儿们是吧？啊，对对对。但是于老师现在就这个身价，他在这个行业里边，嗯，贵。啊，这我们也理解。之前他跟吴京拍那个电影《干狼》，看过吧？干狼。你想，他对狼他都不放过。行行行行。所以他把钱看得也很重。你打住吧，您那什么字眼？我不要钱呐！您先别提你，我不重要。关键是于谦，主要你看于老师这个。啊，费用什么的，费用您放心啊，费用这块绝对白不了你们。没告诉您，您这个资金翻十倍吗？于谦老师去了同样如是，资金翻十番回来之后，嗯嗯，哎哎，这样，于老师脸皮还薄，对，他那个钱你别直接给他，回来他给他夫人，你就别给他夫人干嘛呀？你这我给谁呀？我就得弄死你！我告诉你，你不懂人话，你是吧？你要干嘛呀？你打算你就先都搁到我这儿，您在我们这内部，他有他的不一样的工资，就比如一个月300啊，演一场多可气！我给了这么些钱，他按工资给人于谦，不是啊？你这还让你太狠了，你让别人看见不好看啊！行行，于老师脸皮薄，反正钱下来你就你跟他说慰问。跟他说慰问，于老师问多少钱？慰问白干，哎，必须去，哎，一心为了观众服务，任务升华了情怀，好，你就得这么骗他，没问题，哎，你会说吗？没问题，你说情怀，情怀，情怀，升华，于老师，这是慰问的情怀呀、啊，没给钱，没给钱，不给钱，你要说错了，天打五雷轰劈碎了，你知道吗？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哎、不是你这个，你这不合适，哦，那么大艺术家了，让他。反正钱下来都给你、啊、你再给他们分去，那是我的事儿，你不管、哎、爱分不分这
什么叫爱分不分的啊？行行行，凭什么分？技巧您掌握，不是不是，凭什么凭什么不分？是吧？你把这话说明白了，你甭管了，你不找的我吗？对对，你们这内部事太乱，我也不愿意掺和。你是没跟说相声打过交道，是吗？对对对，这一回我算认识你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您说，我说您去的时候啊，您就穿这个去吗？这个都掉色了，这外行了。嗯，这是上台演出穿的服装。对，真出去我们有自己的那个便服，穿个西装啊，穿个什么什么什么西装。穿您这不是穿着西装好看吗？您，咱不提西装，你有西装你也别穿。我们那儿他叫老喜丧，他也属于白事，上上下下穿着都跟白人一样。您弄个西装的好看吗？我有白西装，白西装也不和谐。白领带？不，这么办吧，领带不要系。到那儿呢，你也多少你也系根带子，行不行？表示表示嘛，那儿都是穿着，你也系根带子。系什么带子？什么带子？就是这么宽，一讨多长，白色的布往腰里这么一系，系根带子，好不好？还得买去。你这财迷样，你这么越有钱越财迷啊！我告诉你啊，还得买去。你要说撕一点儿也不给撕，整匹的买完用不上。不，你先说你愿意寄不愿意寄。如果寄呢，我们那儿有折呀，我给你想折呀，不用你带，不用你买，到那儿找我，找我领。您给撕？哎，我负责。你能不能给撕的宽一点？你要干嘛用啊？剩下的补袜子也好。过日子多细呀、啊！到那儿提我先领两匹，两匹白布行吗？其实两匹三匹其实不重要啊，这么大家财，比如说我说要四匹，你说你能不给吗？是不是？这叫开道啊，是不是？行行行，好吧，四匹行不行？四匹白布，我们这几人笑袋子，几人一人四匹。他要那么些这玩意儿干嘛也不？你这玩意儿，于老师可胖。你那意思？他得八匹。那要孙悦去呢？好，孙悦得一车。行行行，开开库房，您随便搬行不行啊？随便搬不行。怎么？搬能搬多少？你、那个、你得说随便拉。哎，行行行，钥匙都交给你了，好不好？那锁也得给我。好家伙，什么都不拉。不是为了布啊，情怀升华，为观众服务啊。对对对对对，哎，行啊，这同意记不同意记吧？对，那必须的。哎，你要同意，他们就都记上。那到时候这布全是你们的，好不好？你可得跟他们说一声，是你主动让我拿着这些布、啊。哎，对对对，这您放心，不是于谦正经，我就负责这个。那我就负责这个。行，袋子既然记了呢，这个袋子、这个外套也穿上点吧。我有啊。皮夹克、防寒服，这个月份香港估计暖和，哎，暖和穿军大衣就行，是吧？行行行行，我有那薄的半截的，那是半截军大衣，有半截的吗？你这小军大吗？什么小军大？军小衣，好吧？开玩笑来了啊！军大衣不成，军大衣什么色？绿色的呀？买白的去。不是，有白军大衣吗？我撕开露棉花是白的。干脆，他这人要饭的，干脆告诉你吧，啊，我们那儿啊都穿的跟白人一样，您也得来这么个袍子。跟这袋子同样的花色是吧？同样的面料，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这一带，袋子外边一扎，蛮好。反正咱们也没供过事儿啊。对对，我这人呢就是性子直啊，看出来了。我跟那些说相声不一样。对对对，你我也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跟说相声打过交道。哎呦，这还头一回。哎，你想啊，你不管你们都算上啊，谁认识？哎，我认识说相声张三，我认识说相声李四。你现在想，你跟他来往，你跟他吃饭，他结过账没有？哦，说相声都不结账，跟说相声握手，赶紧回来数。为什么呀？一个是表，一个戒指，一个是手指头。呵，啊，手指头都弄。说相声的，一进门说相声，先学头一件事儿是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哎呀，知道吗？那些说相声都那样，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哦，因为我是一个升华了的人。对对对，我情怀，我有情。哎，情怀，嘿，对不对？又骗了一个啊！哎，不是情，我是我们是一心是为了观众服务，为观众服务，钱不钱的并不重要。哎，咱别说那么些废话啊！咱说这袍子，你愿意穿不愿意穿？不好看。什么叫不好看？我是演员，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这边倒。我是去演出，知道你演出啊？我穿上那个玩意儿，它不好看。你看你这人哪什么不好看，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那个不也是演员吗？
遇上那穿白带孝，穿着不也得穿吗？电影都嫌不好看，都别穿了。电影现场有来穿个孝吧？对呀、啊，还有那个演个死人，当一枪打死了，有没有啊？穿个白孝袍子，人家不白穿，什么意思？能拿走？拿走有什么用？怎么叫不白穿？电影现场穿孝，一会儿给一红包，红包里边是多少钱呢？有10块，有20块。你这出手就不高，不是？这是个规矩、啊，规矩。我们也没说让你白穿呢。没说让白穿呢，干嘛你要？那穿完之后，穿完之你先说穿不穿吧。如果穿呢？如果穿的话啊啊，给你2条黄瓜。黄瓜干嘛呀？胰子。嗯，胰子也不对啊。金条，2条金条。你看，受感动了，情怀呀、啊。我打船上下不来了，我们那船稳当着呢。等会儿，没有等会儿，等会儿。哎，金条啊，2条，黄金的金条，白金的，稳住。那个不得有几克吗？几克干嘛呀？15斤一条，你要干嘛呀？这是15斤一条。2条怎么样？15斤一条，2条那就是40斤。嗯，他老往里糊涂，不往外糊涂，你看着啊。要是40斤，还真能穿。行，给您邀够了40斤，行吗？不对呀、啊，怎么？你开始说15斤一条，那就说明整条的都得是15斤。我们给您破开，行不行？破开之后，那根剩下的渣儿怎么办呢？好，剩那么些金，它叫渣儿，你看见没有？啊，全归你，行吗？那就3条，45斤，3条40，你这糊涂，怎么了？这个有零有整的账就没意思。咱们 啊，厚厚道道的把零抹了，您就给50得了。这叫把零抹了，这叫四舍五入。行，冬暖夏凉啊，哎、热胀冷缩，听你的。50斤，穿这个50斤啊，50斤啊，穿不穿？那你哎呀，嗯，情怀喂狗了。哎呀，对，真是。你要不提我还忘了是吧？浅。还有一句话我得问明白啊，您说，您是打算穿一天呢，是穿49天呢？又要晃。您刚才说那个。50斤黄金啊，对对，白金啊，白金是管一天的还是？一天50斤，你要穿49天呢，就是49个50斤，穿到我死。现在还没穿上呢，你先别抖了。啊，这位身上倒没虱子，都抖了下去了，你这。我的情怀呀。你这人不会算账，我怎么穿到你死还不如穿49天呢？哟，我活不到49天啊！就是这份意思。你这人太可惜，那不知足呢。穿一天算一天了，最多49天。行吗？说我穿到49天。哎，穿49天啊，那就行了。太开心。袋子系了，袍子也穿了，那个帽子也戴上点吧，省得您受风。戴上帽子，就跟这材料都一样，戴一帽子，这有2缕麻绳，上面拴4个红绒球。叮了当啷的，颤颤巍巍的。几个绒球？4个。小帽子上面4个绒球。哎，4个绒球。一个绒球是孙子，俩绒球是重孙子。嗯。仨绒球低了孙儿。嗯哼。4个绒球耷了孙儿。对。我是孙墨子。我是演出去了，我这是成黄天霸了，我呀。黄天霸这看多好，叮了当四个钟球跟仨了。你少来这套，什么话呀、啊？这是连辈儿都没有了啊！你要辈儿干嘛？废话，我凭什么？我这孩子这么大了，同行这么些人，相声界恨我恨得要死，我跑你那儿穿孝去了，我还弄4个球，你这人你想瞎了心了你，你知道吗？不让你白戴，走，啊啊，不让白戴，你
看，你看这转换多快！你看，没不让你白，没说白带着帽子，差点秃噜过去 啊！就是啊，不是你给你外货就又给两条，我刚才已经有好些条了。这回不给金条了，不给金条了，给现钱，给2000万欧元。2000万欧元呢，其中有一多半是真的。嗯，我就要真的，真的2000万，2000万，两千万欧元呢？我你要不戴这帽子也可以。别，2000万欧元。对，我得先咨询一下。咨询，欧元跟泰铢哪个值钱？您倒不知道津巴布韦币是吧？欧元最值钱呢，欧元最值钱，欧元值钱呢，2000万，现金。当然了，这得拉多少三轮啊？你藏那布里头啊，一块儿弄回来。2000万，其实这钱不钱的其实倒不重要。那为了什么呀？情怀啊，对，情怀，情怀，情怀，带不带？这玩意儿，你老乐，咱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是你这个。你说于谦他们要是问你跟他说不跟他说，你跟他说回他抢怎么办？什么叫抢？你应该有人一份啊，你爱怎么分是你的事儿啊。2000万是真的？是真的。反正是这样，我也是虽说跟您没共过这种事儿吧，啊，头一回，但我是也是真拿您当朋友啊。那当然，朋友之间咱们这个越来越交情越好啊。哎，对对，行吧，我也不冲那老头，我跟他不认识啊，就是我也不冲这点什么缘。欧元，哎，我也不冲这个欧元，哎，冲你了，哎，行，你看，给我个面儿，给我个面儿，交朋友，带不带？带不带？那就行了。帽子也戴了，袍子穿了，带子系了，这个鞋也绷上点吧。来一白鞋，省得您原来这球鞋啊脏喽。就都是面上都是白的，对，后边留一红后跟儿。我还是近人呢。嗯，近人皆知。哦。好看吗？穿鞋好看呢，省得您那球鞋脏了啊。不是，要不您头起脚你给我住口吧。嗯，你给您2000万是帽子，你没说鞋。鞋再给1000万怎么样？一只。你太不知足了，这人。行啊，行，按你说的这个啊，一只1000万，行不行？这点钱我还能做主，老头有的是钱。我真是我也没想到啊啊 啊！我说这些日子这心也跳，左眼也蹦，我说要发财见好朋友，这是啊，是不是啊？应在我这儿怎么称呼啊？哎呦，对了，说半天话没自我介绍，啊，是是是。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祖。哦，祖，祖冲之知道吗？哦，知道，数学家，3.1415926。哎，对对对，祖冲之，啊，哎，我就姓祖啊。您的名字？单名一个综合的综，啊，这倒好记，嗯。您是叫这个郭德纲？哦，这么说，郭德纲，祖宗。哎，哎，咱不是外人了。那是啊，你都到了我们家了啊。对对，你没有19代是吧？啊，没，哦，就我自个儿。哦，那就叫这名字怎么办呢？祖，哎，行好行。德纲，哎哎呀，嗯。祖宗，嗯，有点不好意思，稍微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扫我们打眼的啊。嗯，这鞋1000万一只，你可同意了？我可都记住了。行，鞋呀、帽子呀、袍子、带子，这你全接受了，全接受了啊。接受，接受。剩下的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那是你的事儿。那你甭管啊。行，没想到这人挺好说话，哎，还挺痛快。那个，这玩意儿大恩不言谢了啊。啊，是法海镇蛇妖。哎，是，嗯。虽然说我们反正也见过钱啊，啊，您这个也不算特别多是吧？哦，还不算特别多啊。但是我也觉得有点不落人。什么意思？这个等我这笔钱都到手之后啊，干嘛吧？我请你吃早点，好不好？啊，你瞅，请我吃的，我是起不来，从来不吃早点。哦，那就省了，省了。等于说这几样您都同意不同意？都同意，我就无法表达我对您的这个敬意。哎，我给你买一点什么小礼物呢？都不用表达。买。既然您同意了呢，您先稍微等我一会儿啊。我先。先回避回避。哦，等我一会儿，别走，啊，我不走，我是不走。你别找于谦直接说钱的事儿啊，因为后台有规矩啊，就是有点什么事是我做主啊。其实您各位也看出来，通过跟他的聊天，我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钱，我的目的是呢。既然您同意了呢，我大老远来的，哎呦，你还给我带东西，啊，也没都带来，啊，是吧，啊？咱就是象征性的呢，意思意思，好不好？您呢，穿上试试。哎，对不对，朋友们？
既然说您同意了，咱穿上看看合适不合适。左总，哎，大年下的，那怎么了？你看这这玩意儿吉利吗？啊，那是你乐意，这你不是闲着多鲜艳？不是这个鲜艳，是包袱皮鲜艳啊！看看合适不合适，咱好改呀、啊，对不对啊？看这个怎么还得试试呢？多新鲜呢，你得试试。哎，你群众的呼声是吧？偏您各位了啊！就甭客气了，我也不是为了钱，这就是嗨，您也看见了，就情怀，情怀呀、啊！来来来来，情怀，谁让老头喜欢你相声呢？错不了啊！哎，来吧，这袋子您系上点。太好了，嗯，别照相啊！啊、哦，嗯，这帽子，嘿，跟纺织厂的似的。来来来。大伙儿上演走，嘿，好，因为多漂亮。做一个演员来说呀，确实情怀很重要的。哎，这是好演员。钱不钱的，其实这是这真是好演员。稍微的有点漂白呢哈。哎，这些料子我们那儿就这风俗。哦，香港人就这样。哎，我们那儿就这风俗啊。这事儿闹的合适吗？那行了，那到时候您 哎，您先说行不行？行，没问题啊。就这个气质怎么样？太棒了！中国相声界你挑拣，还有比我强的吗？没有，您独一份。哎哎，唯您独尊了。太好了，太，你看这个效果就起来了。啊，行了，把手机都放下吧，看看就得，还拍这是呢？你要不穿人还不拿起来呢？废话啊，那咱们、刚才你说你打算报答我，我也是表达我的敬意。哎，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么办吧。你说你挣多少钱，挣多少金子，那都是你的，我不跟你分这个哦。因为实话实说，老铁有的是钱，给我们呢也没少分钱。嗯啊，他办这个事情啊，差不多把钱呢都花完了啊，剩下的钱呢，除了给你呢，就是给我的啊。你也不用给我钱，有您自己那份啊。对，嗯，到时候呢，你帮着拿点东西，这就算行了。我这体格就太沉了，我可搭不动啊。嗯，不沉，很轻。没分量、没分量，翡翠白菜我抱着摔了我也赔不起。哎，不值钱，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可是没它还不行。什么呢？就是这么长一棍儿，前面有一钩，挂着一布条，写着四个字西方接引，就这东西番儿。对，也有叫番儿的。干嘛也有就叫番儿？哎，对，行，领会我这精神了吧？我打一番儿。哎，请您去打番儿。还请我？哎，打下番儿。你少来这套！怎么变脸了？你拿我当那些说相声的了？这就不对了啊！刚才说谈挺好。我是一个演员，知道你是演员，告诉你，嗯，我们是有情怀的，知道吗？啊？还真火了，你怎么了？这是后台那么些说相声看着，你知道有多少说相声盯着我呢吗？啊，是说相声都盯着你呢，知道吗？我跟你丢这个人去，这怎么丢人？我父母双全，我儿子那么大了，我疯了我！我行行行，你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血压上来，你猝死了也犯不上是吧？您先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实话实说，找你。哎，他五官哪儿去了？哦，后影，什么眼神里？这哪看得出来？哎，找你打分去不去？不去。你怎么不去呢？我不像啊。哎，这我像是吧？啊，不是，我不能去，人都认识我呀。哦，老太爷没儿子，让我给打分去，那不露馅了吗？不去拉倒，不去正合适。老太爷说实在的也瞎了眼了，他说找德云社，说找郭德纲，我拦他多少回呀、啊？不接，生前的愿望非得找，找找吧，好容易找着了，人家不干。老爹说了，谁给打分？那些咖啡园呢，橡胶林呢，大别墅啊，大海滩呢，全给他，爱给谁给谁去，人家不死，看不上。欧元呢，白金，白金的金了啊！哎呀，少来，白金跟铝合金差不多，差不多呀、啊。你以为我分得出来呢？那端在手里，那的分量都不一样，那跟断桥铝怎么比啊？他人家看不上，你有什么办法呢？最遗憾的是，我都替他遗憾。老太爷生前呐，手底下有十个丫头，这丫头一个一个花容月貌，呵，长得模样也漂亮，岁数也合适。老太爷说了，谁给打分，十个丫头随便挑四个，
想干嘛干嘛，想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四个漂亮丫头，哼，人家看不上。你说这玩意儿，这个人家家这么有钱，家里出这事儿，几姑奶奶回来一商量，给老头豁着钱办白事，都剩这么多钱没花了，给他们分分，给我们分分，人家就不干，你怎么办？不愿意打分也不难为你啊，我找于谦去，好不好？别，于谦，哎，祖宗，哎，我这名字他都记住了，嗯、还没走多远呢。你要找谁去？找于谦呢？哎，嗯，你这个人是不是不会开玩笑啊？啊？什么意思？就是你啊，跟别人不逗着玩吗？您刚才瞪着眼不打分，那是开玩笑。你怎么了？嘿，你看看，他不光会说相声，手还挺巧。你看看啊，哎，像不像？像什么像啊？不行，我不行、啊。哪边啊？哪边都行，你说呗，听你的。老太爷死了，是他不死，我还去不了呢。这不啊，这打幡有规矩。哟，打幡有什么规矩？不是哪个手都行的。哦，左手是吧？哎，你瞧。男左女右、啊、行吗？哎，你这对，这还你还是你是行家啊，对吧？你是专业打幡的啊。这我不是专业 啊，我是这么听说来的啊啊 啊，是吧？既然这个幡你也打了 啊，你早知道你费这话干嘛呢？啊、是是是啊，不行，别，你看，别打，我站在你的角度考虑啊。你啊，你这么些个说相声都盯着你，你给人打幡去、啊，让他们活活气死，他们是羡慕啊。你父母都健在啊，那身外之物。你儿子都这么大了，你管他哪个去了呢？啊，同行同业到时候可笑话你，你就活该呀、啊！行啊，你豁得出去就行。啊、这幡你打了，打了，那就行了。哎、还不行，怎么还又变了？你这老嬉皮笑脸的，您错了啊！我们那白事儿，你是没跟说相声打过交道，这不头一回吗？对，这一回管你一辈子的 啊！我倒是记住你了。对呀、啊，你可记住了，就是你在这儿跟你聊天没事儿啊。要到那儿呢？真到了香港，一下长途车，怎么样？马上脸就变下来了，眼泪哗哗的，全心都湿了。哎呀，腿肚够大的，那错不了，跟做戏做得好，真事儿一样。嗯，那也不行，怎么又不行了？我不是想占你便宜，让你当儿子，没这份意思啊。都知道老太爷这么大岁数，只有四个闺女，没有儿子，冷不丁冒出一个给打幡的儿子，街坊四邻婶的大妈们能不议论吗？人家要议论，哪来这么大儿子呀？这我们怎么解释啊？哪来的呢？对不对啊？哦、到时候我们呢，还得我们那个策划师啊，给您编瞎话。嗯，就说我们老太爷生前呢啊，在阿富汗包过一个六奶。您是那个六奶的产物。我说我长得黑不筋的呢，是吧？哎，对。哦，行不行？可以呀、啊。哎，豁出去，那怕什么的了？你妈是哪儿的？阿富汗的。那行吧，行几行六，哎，是六吗？我六啊，都行，六奶六，行六，好，到那儿别乐啊，你放一乐，你钱挣不着，我饭碗也砸了，你这有我呢，怎么了，祖宗啊？行，有你就没我了，我对你不放心，你干嘛？你怎么还有买卖都谈到这份儿？这样吧，啊，咱俩在这儿排练，表演，我看看你那个表演功底怎么样，你得说哭就哭，说乐就乐，你得有这底子。哎呀，行不行？你以为我们那个情怀是编出来骗观众的吗？不是，你以为这个钱就是这么好挣的？多新鲜呐！你得认真负责呀，还要多认真呢？我把这桌子往旁边搭，我还得搭桌子啊！哎，哦，这桌子就好比是有话。哎呀呵，老太爷在这儿呢。老太，这是我们那同男同女啊。好，行，哎，这个来啊，哎，您往这么请。哎，看见没有，这个小木头，哎。这就好比是棺材，我爸爸呢就在这里边忍着呢，我爸爸是蛐蛐啊，人家过炉，好比吗？啊，好比，我把这小木，哎，好，小木头往起这么一举，怎么样？这就是起灵了，起灵了。回头您看着这小木头，哦，脸上的表情可要难过，就跟真事儿一样，哎，眼泪要挤下来，过不了。一会儿我搀着你，哎，我一喊孝子少痛。你往地下这么一跪啊，连哭带喊，要是像了的话，马上咱就上香港，咱就见老太爷他们家去啊，行不行？太好了，哎，注意咱这准备了啊，好嘞，回头看这个啊，哎，好嘞，起灵了，你卡飞完是真的吗？
你要嘀咕咱别去了啊。不是嘀咕，就全是你的，就说好了啊，管过户，小孩还带过户啊。哎，启灵了，哎，轮船公司啊，也是你的，这都是忘了，因为你要抢我这个，哎，我抢他们。启灵了，丫鬟都是我的，你有完没完啊？全是你的，我要那白的啊！哎，行行行行，双眼皮的啊！哎，启灵啊！哎呀！不不，哎，怎么样？好像不像？太像了！有包面吗？没有，咱们走。上哪儿啊？香港啊！去不了，为什么呀？老头还没死呢！我去你的吧！